我的眼睛简直厉害炸了！还说威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我赢了，我打倒他们了。哎呦，真是太可怕了！我们一直往前面走吧，先帮我把七七的那个技能，我有点血的哟。 超能力，下一项工作室。嗯，哦，又有怪物啊！这里有点，等一下，哪里有怪物啊？没发现呢。 先把这个猫顶给。哦耶！哪里有怪物？为什么还在响？啊！就在我脚下，但我没看见呢。这怪物怎么又不见了呀？这是个什么？ 你确定这是个怪物吗？闲言勿扰。 太厉害了！枪枪爆头啊！对，这是个什么？开启挑战？长嘴了！这怎么又挑战了？这个是不是有点太难了哟？禁止接触！哎，想逃吗？找骗去吧！ 我有点血，等一下，吃个麦丽素。我发现这个甘雨啊没什么作用。疼疼疼，是哪里来的？我回点血。嗯？就用甘雨。 开图，兄弟，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哇，又要上山，我那样走吧。
在山上哦。我来到了天洞谷。雷泽升级，我看一下，不是我想升级的，但是，它需要东西，你知道吧？突破，我没有这个，我没有这个果果，那个果果在哪里采啊？我等会把雷泽给升了。狼岭在哪里？在哪个图啊？哎，我等等，差点要死了。啊？呀，这不是悬崖吗？为什么不用爬？这么奇怪。看到了，哈！呀！啊！真是走到哪儿打到哪儿。休息一下。笑什么？你们笑什么？你们在嘲笑我吗？哎，那里有个锚点，我真的是走一路随便都能看到锚点的，太好了，我不是刻意找的哦。那个山我怎么去啊？我看一下山路哈，简单啊，就一点点爬嘛。神像很高，我知道，你看这个路很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嗯，兔子的味道。感觉不是那么简单，我眉头一皱，感觉事情并不简单嘞。飞过去，我感觉飞不过去，这里不是很高。嘿，我踩到了一个清新。我想想办法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周围的地形好吗？那我要怎么去啊？换安博飞会怎么样？好飞喽。
为什么要换安博菲呢？糟了，哪个是安博啊？你跟我说一下哪个是安博，是他吗？哦，我真认识安博。交给我吧。安博的技能是什么呢？吃点这个那个叫什么？我体力有点不支。好呛，我飞了，拜拜。我好像的，等一下啊！咦，我保一下。嗯，打不动，百发百中。什么鬼，安博？下山了，我的雷子死了。会爬山，为什么你们让我爬那个？我雷泽死了，你们还我的雷泽。没事儿，我等下去开这个神像，然后他就复活了嘛，对不对？神像可以复活呀。把这个花采了。哎，这是啥呀？我的雷泽死了，都没有什么那个了。刮痧吗？这像在哪里啊？
我吗？是不是站上去？这是个什么东？这是个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来比赛吧！送钱的哦。来比赛吧！嘿。我知道这个，我知道这个要用火。嗯，对吧？但是。又要换个英雄，把雷子换下去吧，他都死了。太棒了！我知道，哎呀，我现在已经就是开窍了。还有一个吗？我没看见啊。我这儿。冒险，冒险！这个也是要用火是吧？什么？好神奇啊！嗯，不行了，我上不去了。电梯，这里有电梯吗？哇，这电梯对不对？进不去啊。怎么进去啊？别吃了，哎，我吃一下怎么了？我吃跟这个玩游戏有，跟玩这个游戏有冲突吗？没有冲突啊，它又不是撸啊撸，对不对？嘿，有梯子，我看到，有手扶梯。我不用进那里啊，我这样就可以。我走石阶不就行了吗？我干嘛非要走电梯啊？我看一下路行。嘿，这里有一个发亮的东西。这是啥？哇，这是观景点，我们看看。哎，那里还有个吊桥，我好像去走哎，好漂亮啊！栈道，哦，这个不是玻璃栈道，这是，吊桥栈道，好漂亮哦。嗯 ，beautiful， 云海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是电梯吧？我感觉是。嗯，怎么这么诡异啊？这个音乐好吓人呢，读不懂。我感觉这个是电梯，你信吗？看着吧。哎，好诡异的音乐！他怎么还不走啊？安逸
个氛围喜欢。啊啊！哈哈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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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嗯嗯，哎呀，我要被我自己笑死了。原来只是没有回头而已。嗯？哦，是我的技能。太好笑了，太好笑了。可是然后呢？上来了，然后呢？我感觉没有路了，已经无路可走。嗯，矿用雷泽打，我的雷泽已经死了。哎，我可以复活他，是吧？我有那个鸡蛋，这鸡蛋可以复活人，我记得。但我不想浪费鸡蛋。我想用那个猫复活。要去哪里？你懂吧？就是上面那个神像帮我复活呀，我就不用我自己的东西了。哎呦，这个可以复活的。你看，聪明如我。疼疼疼！行吧，行吧。哦，这是班尼特呀。行。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走啦。哦，这是一条路吗？X， 然后再往上，我好怕呀！哎呀，我真的好怕呀！我感觉我掉下去了。我感觉我的体力撑不过去。站着，站着，站着。好好好，好样的，好样的，你最棒。好，哎呦，站一下，站一下，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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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下，继续。好好好，哼，哼，我走错了吗？没有。站一下，站一下，站一下，站一下！看不到上面了。王嘎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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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嘎啦。哎呦，还好，还好。在那儿呢，哎，我感觉我可以飞过去了。我可以的，我可以的，我真的可以。按 X。哎呦，好吓人！哈哈哈哈哈！耶！喝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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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把这里给开了，我开图成功，解锁了。先上三步好吧？我这不是来开这个吗？我上山干嘛？
怪。山上有个猫点，等下再去。我没有这个东西，供奉不了。嗯，帮我那个恢复一下生命吧。好多清新哦，赶快把拆了。OK， 另外刚刚说那个瞄点在哪儿呢？在那儿呢。我还有机会过去吗？我觉得有，我们试一下吧。我去开个猫点。我可以的，这个简单，这些石头太好爬了。我是爬山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很会爬。你没有看出来吗？就是多高的山我都能爬上去。我就是爬一点，然后休息一点。休息休息，好好好，好样的。真简单，我说的真简单，你相信我，我看到这个地形我就知道简单了。哎，不信赌什么？哎，我真的是爬山小能手。看呢，简单的。一样的 ，nice。那你看啊，当当当当，我上来了。我真的很厉害。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！哇，我真的好高，我看一下还有周围有什么风景。那这些怎么都漂浮在空中啊？很多东西。那这样怎么去呢？我就是对啊，上去还有啊。嗯，头上什么？怎么上去啊？哦，这还有个东西呢。山叩首，玉登云顶需三山叩首，日月星辉必关照三光凤凰鸾鸟。他让我磕三个头吗？在那边我怎么过去啊？我过去了我就回不来了呀。手扣手啊，不是扣三个头。嗯，兔子的味道。头上我怎么头上上不去啊？嗯，我传到哪里去？哦，赞，对，有瞄点。我都忘了，那我先去那个地方，我看一下哪个地方最远吧。我觉得哪里最难走啊？哎，都无所谓啊，我都飞过去不就行了吗？啊，我好蠢。我还以为我飞到这里了，我要跑过去，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。我想，哎，飞到这儿，然后我再传送回来，飞到那儿，再传送回来，飞到另外一个不就行了？对吧？真是蠢的不要不要。第一个在这儿，我看到它在发光啊，应该就是第一只鸟吧。
三光发那个三个发光的鸟，第一个在这边吧。体力够的，够的。Oh no！ 啊！吓死我！还好我这个是把它镇住了。我生怕我跳下去了。我就用怒火把它给灭了。我很怕我掉下去啊。还有一个在哪儿呢？我想把这个宝箱给领取一下的。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在哪里啊？你们懂的。那个鸟在哪？我先去找鸟吧，我不想要宝箱了。帽藏山。喵喵喵喵喵喵喵！嘿，我看到鸟了，应该在那儿。我看到鸟了，你们这些史莱姆！哎，该走攻击了。嘘嘘，我看到鸟，鸟那儿对不对？鸟在山顶，这山顶吗？哎，又要靠我的爬弓了。嘿，我的爬弓堪称一绝。嘿，嘿，耶，可以的。嗯，好，站着休息一会儿再来。不用担心，我真的，我按空格，我就是按空格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可能从来不敢按。你看我按空格根本就没事。就是按空格它才碰得远呢，不然的话你慢慢爬根本爬不上去的。你们懂都不懂这其中的诀窍。你就爬到一个小小的平台，你就站上再站一会儿，然后就歇一会儿啊，然后就好啦。知道了吗？一定要按空格。我们不一样。啊，你体力240，这个跟体力来的吗？这个不是跟那个飞行的那个耐力来的吗？哦，小鸟。哦，嗯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三鸟朝凤，我懂了。刚刚那个地方在哪里？刚刚我那个地方在哪里？啊，这个树被我挡住了，我看不见。我知道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要这三只鸟啊，同样就是，哎，哦，哦，不明如我，就是同样都对着那个地方嘛。简直出名炸了！好，我现在去另外一个地方，对吧？嗯，等一下，这有个瞄点啊。那个瞄点在哪儿啊？感觉就近在眼前，怎么看不见呢？嗯嗯，没看见啊。 Where
can see it. I can see it. 山对面，应该是。我是不是越飞越远了？咦？为什么我发一个火的技能，我还能把自己烧起来？这个方向啊，吓死我了。嘿，歇一下，歇一下。在下面吗？红色的那棵树。我在悬崖，很危险啊。一棵树啊，再上去看看。嗯，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海德拉。是个什么？三鸟巢。行了，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了。嗯，我是不是应该在这儿？哎呦，错，不是的，我应该是去那儿。这儿做的那个任务。第二只鸟是在那里，看到了。哦，飞过去了，还在发光，看到吗？我感觉这个山呢、啊、也特别的。哎，在哪儿啊？哎呀，太远了，太远了，我感觉我要掉下去，我感觉我要死了。我觉得也有可能不死，也有可能。哎呦，好吓人哦！这是个什么？你休息一下不行吗？现在能了吧？我分两段爬，我分两段飞。我七七兔用的，太难找了这个东西。等一下，这个东西亮发亮的这个橙色是什么？哎呦，弄出来一个丘丘人。生生不绝真名，渡过真君。嗯，还有丘丘人吗？
野猪别忘！我要上去了。过来了，开心了，手还画胸，这小红座该滑掉了。神童在哪儿啊？我捡了吗？哈哈，你怎么有股臭臭的？你怎么有股屎味儿啊？你是不是吃屎了？哈哈，你怎么臭臭的呀？饿了吗，乖乖？锚点，锚点，锚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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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啊！呀！凤凰在哪里？哎，找到了！啊，怎么在那边？
气跑了，为什么会被我气跑啊？哎呦，好吓人！差一点。哎，这不就是那个什么吗？我是来找鸟的，我怎么来找这个？那鸟也不知道去哪儿。请问鸟在哪儿？嗯，我找不到那只鸟。鸟在哪儿？在下面。这儿吗？嗯，没看到啊。鸟点的后面，哎，我先拿这个破解。哎，我不是很懂什么意思。又来了这个诡异的音乐，我觉得很吓人。原来是这样，我先去找鸟吧。我累了，我找不到了。我真的找不到了。鸟点不就在这儿吗？鸟点往旁边山看。我看啊，我现在站在鸟点这里，旁边的山。这个吗？是这座山吗？山顶啥都没有啊。是不是有正对的这个？背后，我看一下这个的背后是在这儿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哈哈哈哦，哎呀，差一点我就下去了。OK， 两个对上了，但我怎么感觉他没对上啊？他明明对在这边呢，好奇怪啊！对上了吧？确定吧？但是我感觉怎么出 bug 了？
我刚把搬了两下，我把搬了两下，他为什么还是对上了？好奇怪，这是 bug 吧？不应该呀、啊。哈哈，歪了，这是被我卡住的 bug 哎，好奇怪。嗯嗯，现在我要去第三个，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不不不不不，是不是应该去那个地方？嗯，我是应该去这儿，对不对？哦，我刚刚传错了，它这个瞄点太奇怪了。对对对，就我头上有这个的东西，我看一下啊，还有哪里在发光呢？这个音乐真的太诡异了，我听着很吓人。错了，哈哈。嗯，谢谢我的，还好有憨子。他也被我吓到了。哎，这个真好，这个不需要干嘛？嗯，还好我瞄得准。OK。Yes。OK 了吧？现在漂亮，现在我是可以上去了，应该是。然后呢？我现在怎么办？是不是就可以有电梯？开启机关，耶！嘿嘿，累木了，累木了！啊，你把我踩痛了。你越来越重了，你踩我我都很痛哎。他踩我的大腿，我怎么上去？我去望风，怎么救？哇哦哇哦！嗯，上不去啊。想回去？怎么会死？怎么会死啊？哎，真的是奇了怪！哎呦，西西呀，你又给我争点气好不好？爬上去，我现在又掉下来了。啊，传送啊！我都爬上来了，你们不早点说？哦，对哦，有传送，去，无语了，无语。吓人了，这个！哎，哎，好吓人，好吓！
哦，上来啦！这是空中楼阁吗？我有三个大宝箱，太吓人了呀！这是带鸭子的。哎呦，怎么又在爬呀、啊？哎，有个这个，太好了！我开宝箱，开宝箱，我马上十八级喽！耶、yeah, ，我十八级了，开心！我可以做那个十八级的任务了。你在这坐一会儿吧，有点累。我会做佛跳墙了，是仙跳墙。哈哈，我升级了。哈哈，哈哈，我升级了，泪目了，泪目了。我太不容易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桌子上有东西、啊、在哪里？先去瑰丽园看看吧，他让我去瑰丽园。哪来的东西啊？没有东西啊。今天不知道怎么玩这个，我有点头痛呢，都头晕。快一点，最近玩到一点我下播了，我下播喽。我今天就玩到这，明天开始做任务了。也睡觉觉了，看一下日落，日落怎么看？我不知道怎么看。我今天有点头晕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调时间看日出，我试一下。刚刚是这样吗？我看一下有没有日出吧。我想说什么来着？我去，不怕啊！妹的，我看不了了。我掉下来了，这也可以看，这也可以看。哎，我没死，这能看日出吗？嗯，这里也是蛮漂亮的。哎，看锤子看，看锤子看，看锤子，看锤子。哎，日出了，日出了！哎，真的太阳升起来了哎！你看这太阳，它在慢慢的升。哈哈，你看，哈哈，你看太阳出来了。哈哈，你看到了吗？我们一起看日出喽！你看这个太阳升的好快，你看这个太阳又大又圆呢。你看它升的好快，看到了吗？哈哈，你看那是太阳哦，知道吗？那是太阳。跟我读，太阳，二三四七，二三四五，彩虹，六七七五六七，感觉憨憨被我挟持，一点三 PV 是什么意思？还是很美的。1 2 7 7 2 2 7，哎呀，
在越来越温柔了。小汗臭，小汗臭臭，小汗臭臭，怎么臭臭的？你们早点睡哦，我今天就玩到一点了，嗯。好久没抱憨憨了，想去凉快点的地方。拜拜哦，明天见。所以这几天我都会直播打，明天见呢，明天晚上，拜拜。今天不唱歌了，明天再唱歌吧。明天唱歌吧，我今天嗓子不是很好哦。一二七、啊、七不呀、啊、哦不是明天是今天见今天晚上见七哎呀今晚见哦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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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做个好